OK， 所以记得今天问句疑问词是 whether， 那疑问词后面放什么？对，疑问词后面放主词再加动词。OK， 好，那你先看这个格子，这应该秒杀题吧？前面这是 of 什么词？介系词嘛，所以介系词后面放 ing， 所以你看选项找 ing 的，不是 ing 的就先删掉，所以只剩 B 跟 G 的选项。好。那 B 跟 G 你们是选哪一个？ B 跟 G 选哪一个？ B 嘛，为什么？关键字是哪一个？为什么要选 B？ 关键字是哪一个？对，是 made。 made 是什么？什么动词？实义动词嘛。实义动词后面的动词一律是加原形动词，所以答案是 B。答案是 B。 OK， 这样好，什么是 Count True？ 什么是 Count True？ 对，实现或成真。 OK， 好，第二题。 It's at 30 cabins left for school， 请问 A 选项对吗？ Waking up， 不对。 Waking up 对吗？对吧，叫他起床。而且 Hint 是什么？对，是代名词吧，对不对？像受词，代名词受词，所以呢，你一律放中间，放中间。好，那请问 B 选项陈冠毅 ，B 对吗？中间。